天我特别要强调，在疫情当中，静雅跟洪董只是透过几次空中的交流，可是可以完成一个作品，然后让他非常的满意。所以我要问一下静雅，怎么办到的？屋主他住在上海，当初我们图面讨论完之后呢，他就希望说我们先把所有的家具材质、软件，然后这些东西呢全部搭配好。对，然后他跳跃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花几天时间把这些东西选定。同时他本身呢，他非常尊重专业的建议，而且他很相信我们。他希望我们说在所有材质啊搭配上呢，我们可以先选三种，然后让他再挑出他觉得他比较喜欢的东西。在挑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材质啊颜色啊放到我们的 3D 图里面，因为他觉得说这样子拟真度会更真实。我认为最好的作品就相信设计师，但是我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他必须做一个非常好的 3D 图。我们所有的标准通通以 3D 图来做要求，根据这个 3D 图所有的东西跟我想的是一致的嘛。我给他们充分的一个支持，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参加比赛的作品。所以静雅的报价基本上我没有讨价还价，我说你们做事你尽量做，我负全责，那么成功是你的，失败是我来负责。我就希望说这个装修呢请他们不要拍图，那我自己来感受，我不要看他的照片，我进来就觉得哎，这个就对了，99%给你一个 surprise。我觉得其实房子在预售的时候啊，先做客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我们先把空间格局规划好，其实进场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做这些墙面的拆除啊修改。特别是今天这户是一个两户的合并户，我觉得客变更显重要了。对，没错，那两户合并我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外玄关。电梯一开门进来呢，就有属于自己一个完整的一个外玄关区域。大门进来是我们的玄关，那因为它的空间需求呢，它把它做成了一个合并户，所以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先规划把它的分户墙呢先取消，左手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客厅的空间。不然照原始格局有一道墙应该会横在正中央，对不对？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右手边这个区域呢，现在变成我们的餐厨区，那它原本呢就是一个房间的位置。那我身后的这个厨房区是怎么出来的？它原本就是房间套房里的一个卫浴设备。当然客变对空间的好处还有很多，就有一些地方我可以释放出来让空间更大更完整。而且我们两个大门啊，我们选定其中一个入口之后呢，我们除了当一个外玄关的鞋柜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把它当成了这个女孩房的一个储藏空间。而且又让这个女孩房呢多了一个卫浴的浴缸，女孩子梦想要一个泡澡的一个澡缸。对，浴缸。另外这个空间呢，我们还分给了廊道做一个收纳跟展示的一个功能柜。所以我在那个平面图上看到，就是三个地方来用都很好用，对不对？对不对？再来就是这个空间调整之后呢，我们也让主卧的浴室呢放大两倍。它第一个呢有双洗脸台，然后有除了有标准的淋浴之外呢，我们又放了一个浴缸在里面，空间呢变宽敞之外呢，这也符合了屋主在上海的一个生活习惯。入口玄关的地方呢隐藏了一个厕所，那这个厕所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双入口的设计。那这个双入口呢就是一个我客人来的时候可以使用，女儿回来的时候呢，我把它这个门锁起来，它晚上就可以当它一个套房空间的卫浴设备。很聪明的做法，不然这个房子里面要有四间卫浴又太多了，这样三间刚刚好很够用了， 对不对？没错。
重点来咯，这么多颜色要把它放在空间里面，怎么样才能协调？这次我们玩的是一个颜色的混搭，我们用了一个灰色做它的基调。像我们走到这展示柜，它就有三个不同的灰，然后包含墙面有灰色的壁纸，然后包含电视墙也是一个灰色的特殊漆，然后入口玄关也是灰，还有很多地方的小细节，包含这次的地坪啦，还有一些柜体的门片也都是特别选的吗？对，我们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灰，不同材质的灰，然后去混搭出来。客厅一眼望去，那就标准的爱马仕橘啊。对，这是他太太很喜欢的颜色。这次的空间混搭起来，我觉得是简约典雅时尚版的混搭风。在这个餐椅吧台椅的部分呢，我们也搭了一个松花绿的颜色，对，包含食材都是接近这样的一个色调。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看去啊，食材上面的那种天然纹理跟颜色，还有你帮他选的这个餐椅，我觉得呢就是浑然天成的一套啊，这些画面真的很漂亮。对，而且这个食材的餐桌呢延伸到我们吧台的一个台面，对，所以它整个就有一个延伸性，我觉得很美。这个主卧室呢，我们定调它是一个冰荷兰的色系。在它进门的这个右手边呢，有一排它的一个收纳柜，然后一点展示的空间。然后在它床头呢，也是用这样子蓝色的壁纸去做呈现。那还有窗帘呢，其实是他太太最喜欢的一个宝蓝色系。我们还特别用窗帘布呢帮他做了一个床机。房间呢都摆了一个单人的沙发。像我也是那种起床床都要铺得好好的人，是，然后我就不想要再去坐回床上把它弄乱弄皱。他的更衣室也很有看头。对，他的更衣室呢我们做两面的衣柜，那为了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呢，所以我们的门片呢就用茶色的玻璃，然后空间看起来比较穿透，而且在这个底部的地方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穿衣镜，那这穿衣镜除了可以整理服装仪容之外呢，它刚好可以映照出窗外的一个景色，让它看起来空间更有延伸感。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重点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妆桌，那是女明星最爱的，你知道吗？是，然后还有就是明星专用的化妆灯。主卧室旁边这间女孩房呢，它是蜜糖粉，然后它窗帘呢也是这个蜜糖粉的颜色，那个窗纱我好喜欢哦，对，真的好漂亮哦。对，然后一样就是我们也用蜜糖粉呢做一个床巾，然后铺在她的床上。这个床头背墙呢就是用特殊漆，它一样有一个单椅，那它的这个单椅也是这个蜜糖粉的一个颜色，然后像一个花朵的图案，然后后面有一个小茶几在旁边。而且我发现呢，就是她女儿房的配备虽然就是规格缩小一点，但它一样很完整。你看它的卫浴空间还有它的更衣室，对，每样都到位耶。化妆台前面呢刚好有窗户做采光，所以我们在它的化妆镜呢隐藏在柜子里，那需要的时候可以拉出来。那它另外一间女儿房，我觉得它的色系蛮中性的，对，但也是很典雅的经典颜色。没错，这个颜色比较有个性，那我们定调它叫埃及蓝。那它一样是在床头部分呢用了一个特殊漆的一个效果来处理，然后包含它刚刚一个完整的一个更衣室空间嘛，而且它在走道上呢我们又多帮它创造了一个展示柜跟收纳的一个空间，对，然后功能基本上不管是主卧室或者是次卧室，它的机能是一样齐全的。对，这个空间进来啊就让人家觉得很包容的感觉。对，我发现空间中竟然用了很多漂亮的弧度，因为其实这个弧呢要从他们选的这一套沙发开始。这一套沙发啊不管是三人还是单人，它都是一个弧形，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元素开始延伸，包含我们选的像餐椅啊，或者是茶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造型墙面，其实我们就运用了圆啊或是弧这样的一个元素来贯穿整个空间。
这些都是全部透过通讯软体越洋，然后这样子沟通，然后做出来的空间。对，疫情完全没有阻挡掉屋主对他们家里每一个细节的要求。